我是 Kim。Holy 牧师与我祷告的时候，我就开始，他说要开始做那个披麻蒙灰，为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咳嗽，一直咳嗽。他说要哭出来哦，我想了很久，很难很难哭，我的眼泪很难出来。但是我刚才我就认罪哭了，而且我跟耶稣说，耶稣对不起我，我不够爱你，我也跟他认罪，所以我跟耶稣说，耶稣，我不够爱你，我就哭了更深了。那现在感觉怎么样？现在感觉轻，心里的感觉都轻了啊、哦，轻了哈。很有意志就对了。对，你刚刚也哭得很厉害。嗯哼，对，我没有按你哈、哦，没有，就是这个麻布披下去，你就感觉了。对。今天做这个披麻蒙灰的认罪悔改，我一坐在那边跪下来一披麻，就感觉圣灵就动工，然后刚开始就是自己是哭不出来，但是里边灵里边就是有很多的灵就自愿的就认罪悔改，就催促你要去认罪悔改，就哭了，然后就好像有那悔改的恩膏，我也求那个悔改的灵降临下来，伤心痛悔的灵降下来，使我能够真的是痛悔心灵痛悔跟神的面前。那你刚刚有很多东西出来吗？有一直咳嗽，刚开始一坐下来圣灵就动工，我就一直咳嗽，让那个黑暗的权势就知道在我里边很多嘛，有一些就已经待不住了，就已经咳出来，就是藏在一些深处的地方就已经有咳嗽，很咳嗽，然后也有哭，很多哭，但都不是我要勉强去哭，都是那个有自动的那个里边的灵就冲上来就哭，就是好像不是我特意去要造这么一个哭，而是里边那个就冲动上来就哭，那就是真的赐下那个伤心痛悔的灵，让我去这样子做是代表这样是合神心意的。因为那刚刚这是你第一次上披麻蒙灰的课程吗？第一次上披麻蒙灰的课程，对。OK， 好。对了，神，但是从仇敌通过那个女售货员换了我的那个真美金，给我假的以外，然后还直接就使我头痛，经常回来就头痛了，直接从那给我攻击，所以我经常不时的就头痛，然后通过这次刚才写了三项罪。那我彻底的现在都不痛了，就是脑袋比较清楚，就是没有那种被仇敌挟制，没有那种被巫术挟制，那种好像那个不是唐僧念紧箍咒那个孙悟空不是很痛，就那种感觉啊，就是全都没有了，就是那种压制没有了。感谢赞美主，荣耀归给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听了一半，讲一遍。我你怎么了？你的头怎么？我写完了，你讲，你轻了没有？我就觉得你本来头痛是不是？对对，头痛，就是那种被巫术攻击的那种痛。那结果呢？你写完？写完了，你本来我没注意，你就说是不是那个有头痛减轻，我就马上就觉得减轻了一半这样子。OK， 刚才。还在继续认，我是景波弟兄，那我其实做见证，就是披麻蒙灰的这个认罪悔改的这个是非常有果效，是可以不仅能医治你的疾病，使你灵里边清晰，还可以就是说你认罪的时候，把你的这个灵里边的这个这些罪状真的是一笔勾销。使这个仇敌再没有办法控告你。好，你怎么做的？当我这个写，比如说我不顺服神的时候，我就写下来的时候，然后你本来颈子痛，我不是很头痛，我的那个头痛马上就好了一半。那我又向神认罪的时候，第二项罪然后我又好了一半。所以这个是立竿见影的一个功效，就是真的把这个你的罪在灵界面前，在仇敌面前认了以后，灵界的这个权势就不在身上，就不存在了，不能再压制你了，就一笔勾销了。这是神伟大的一个启示，真是感谢赞美主。